RoboMaster SE 入门教学，固件升级，检查和下载固件。在连接至机器人前，请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可正常连接至互联网。打开 RoboMaster App 会在连接网络时自动检查是否有新固件。如果是使用 WiFi 网络下载，固件包可自动进行下载。如果是使用 4G 网络下载， App 首页会提示新固件可下载，点击下载，进入下载页面。升级机器人，开启机器人电源，确保机器人电量在50%以上。将移动设备连接至机器人，连接成功后， App 首页会有固件可更新提示，点击安装。App 将会传输固件包到机器人端，并自动升级，请勿断电。全程约需20分钟。升级过程中，机器人会自动重启，直到听见固件升级完成的提示音，且装甲灯为青色呼吸灯状态时，即完成升级。请重新连接机器人。固件升级也可以进入设置、系统、固件升级，根据提示进行操作。感谢您的观看。